各位同学，各位先进，大家好，很高兴来这里与大家分享专利检索分析与专利地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教。本次呢，将分成三个单元来向大家报告。第一个单元是专利检索，第二个单元是专利管理图，第三个单元是所谓的专利地图，哦，有人称为专利技术功效矩阵图。首先呢，这里开始跟大家报告关于专利检索分析与专利地图一些需注意的事项。当我们要做专利检索分析与专利地图时，要先确认我们要检索分析与专利地图的目的地何在。一般我们通常将检索分析与专利地图的目的大致归纳为两个。第一个，欲得知特定技术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第二个，欲得知特定技术领域的研发方向以及策略。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明确知道自己对专利检索分析与专利地图的需求与目的的时候，之后的分析才会具有意义以及参考性。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单元，所谓的专利检索。那我这边分成两个小节，一至一为确定主题与检索范围，一至二为设定检索的关键字。好，那我们先讲一至一。好，那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真正的检索分析的步骤。第一步当然就是确定主题与检索的范围，这里需注意选定的技术领域不可以太大太笼统，这样检索出来的结果参考意义就会不大。当然检索范围的大小也必须要考虑到时间与人力等投入的资源的多寡而定。我们现在说明一下，大致说明一下所谓大致的检索流程。好，那这个图呢是一个标准的检索流程步骤图。一般来说，最初检索策略的定定最花费时间，也非常重要。其正确的与否，有关后续分析的结论是否正确以及具参考性。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它那个图哦，最上面是确定主题的范围。好，然后呢，第二个呢，确定主题范围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反复的去经由检索找出正确的所谓的检索的策略。好，然后开始去做检索。那检索出来的资料库呢，我们再去做所谓的会诊，做成所谓的专利管理图，可以找出所谓的专利趋势。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一个资料去萃取出来，然后做成所谓的功效矩阵图，也就是所谓的专利地图，然后再把这些资料去做会诊，出所谓的分析评估报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一至二节设定检索的关键字。好，那我们要设定检索的关键字呢，需注意一些事项。好，比如说字的拼法、词类的变换、同义词、用语。啊，而有时候呢，有些专利申请人会故意选用大家不常用的用语，让大家检索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去注意。好，那像比如说，好，我们可以检索专利申请的范围，好，摘要、申请人或发明人这些项目，去找出我们想要找出的专利。好，那当然呢，各种拼法、词类变换、同义词，哦，比如说中英文或是不同的用语，我们都要把它相关词都找出来。好，还有比如说万用字元，我们可以利用万用字元，哦，去找出比如说，哦，某些特定的字首、某些特定的字尾，哦，的所有的词汇的专利全部把它找出来。好，那另外呢，用所谓的专利分类号，我们利用呢所谓的国际的专利分类号，或者是美国的专利分类号，好，
或者是说其他专类号可以找出使用不同的关键字或者刻意规避的关键字的专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锁的方法。好，那这是一般常用专利分类号的一些查询的地方，比如说哦，国际分类号，好，目前在这个网页，好，美国专利分类号、欧洲专利分类号等等。好，那一般般呢，我们比较常用的是所谓的国际专利分类号。那我这边举个例子，比如说哦 ，A61B 这个号码打进去之后，它可能就会找出所谓的诊断啊、外科啊、鉴定之类的专利。好，又如说哦，我们输入 A61P， 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化学药品啊，好，或是一些医药的制剂的疗效的专利。那即使专利申请人他刻意回避了某些专有名词，可是我们可以借由所谓的专利分类号找出我们想要找的专利，就不会被刻意规避掉而查询不出来。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找特定年份啊、国家、申请人啊当做一个检索点。那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每个公司或申请人的拼法，它可能也有子公司啊、母公司啊等等之类的，要特别注意。好，比如说像这个国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英文是什么，它可能都会同时出现，我们可能就一并做一个关键字的检索，才能找出这些公司的所有专利。好，那关键字当然我们也可以设定所谓的应用面、所谓的技术面。好，应用面呢，可能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要应用在什么肝炎啊、什么疫苗啊，或是一些制程方法啊之类的。那技术面呢，可能也有所谓的我可能用在抗体啊、 DNA 啊之类的一些特定的技术。好，那我再重整一下刚刚一些所谓的检索策略的一些所谓的种类，我们可能可以分为功效、分类号、申请人、国别、年份等等。好，那我们一般检索会去哪里检索呢？那最最正确的就是上各国官方的所谓专利资料库，它一定是及时更新，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一般我们台湾通常会主流检索所谓的台湾专利资料库、中国专利资料库、美国专利资料库，还有日本专利资料库跟欧洲的专利资料库，那上面都有连结的网址，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连连看，看一下里面它是怎么样子的去做检索，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专利检索出来之后啊，我们怎么知道检索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专利？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筛选，因为我们下同样的关键字可能会跑出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专利。比如说好了，我想要检索 LED， 好，比如说它的化学材料的专利，可是我如果打 LED 等等的关键字，有可能跑出 LED 玩具的专利，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藉由阅读专利去筛选出我们要的专利，也就是剔除我们不想要的专利。所以呢，一般我们大致会有几个步骤，就是比如说阅读摘要、阅读发明内容、阅读申请专利范围、或者是阅读图示。那可是通常依我们的经验，如果我是一个专利技术的研发者，我们通常会先看图示，因为一般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图示之后就能够知道专利大致的内容。然后呢，接着呢，我们知道大致的内容之后，我们再来看摘要，就很快的能够辨别这个专利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专利。